心情不好啊？没有。不如我带你去玩个好玩的，逛灯会去不去？哎，走嘛，一起去嘛，跟着我，肯定好玩。 我跟你说啊，好多玩家都会来这个灯会，据说啊，来的人可能还会有艳遇呢。你知道的这么清楚，果然，私生活不检点。哇，这个灯好好看呀！不如我们拍个视频吧，还可以发到网上。 不用了。哎呀，来拍一个嘛，好多人都拍的，拍一个，拍一个。不要。好吧，好吧，不拍就不拍，那就好好逛吧。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个好可爱啊！这个可爱吗？ 好看吗？还可以。那你选一个灯，送给你。不要。又不要。那我自己买。就它。逛灯会你也不开心，不如我们做任务去。不了，我明天还要忙呢。 那这天太可惜了，我明天还想跟你刷好感度呢。你想刷呀？嗯，我最近突然就闲下来了，想着说也没什么事儿，就刷刷好感度。你倒确实是闲下来。你知道我闲下来了吗？哦，我是说，我这几天会比较忙，如果你想要刷好感度的话，我可以把账号跟密码给你。 楚河，楚河，确定不是我眼花了？